男人不慎划伤手指，血液滴落在流水线上。他赶紧让工人关掉机器，跑到传送带面前擦掉了它。但他没有注意到，还有部分血液已经进入了瓶中，瓶子装满饮料，成功通过了生产线，被运往美国。 无辜的李爷爷拿到了那瓶饮料，刚喝了一口，发现不对劲。李爷爷的死引起了军方高层的注意，他们立刻派遣最精锐的士兵去瓶厂抓捕血液的主人。为什么一滴血就能杀死一个人？这个男人叫班纳。在一次人体实验中，伽马射线的辐射让他的身体发生了变异，变成了刀枪不入的绿色怪物。不受控制的班纳破坏了实验室，打伤了在场所有人，包括自己的女友和老丈人。 他变回人类后后悔不已，决定离开身边的人，独自寻找治疗变异的方法。在此期间，军方征用了斯塔克工业的武器，准备对浩克进行抓捕。还有一个神秘的组织也盯上了他。班纳逃到了巴西一处贫民窟内，一人一狗安静地生活在这里。他向大师请教控制情绪的方法。大师一言不合就是两巴掌，差点就控制不住我自己了。 他认识了一位神秘的好友兰博士，两人从未见过面，但对方对班纳的身体很感兴趣。博士给班纳寄来一朵白花，班纳提取了其中的化学物质，然后滴在了自己的血液上，发现对自己的变异细胞的确起到了作用。但很快，绿色的细胞就重新占领了控制权。无奈之下，他将自己的血液寄给了兰博士研究。由于血液中含有致命辐射，他必须十分谨慎。但一场意外还是泄露了他的消息。军方听说有人死于伽马辐射感染，立刻想到了班纳。为了抓他回来做研究，将军立刻召集精英部队，副手给他推荐了一位上校艾米，此人拥有丰富的战斗经验。深夜，几个特工潜入到班纳家，准备实施抓捕。他们破门而入，一梭子麻醉剂下去，结果发现床上是个假人。经验丰富的艾米一看，原来是往楼下跑了。 他在街头看见了可疑的班纳，立刻追了过去。班纳一边跑一边关注自己的心率，如果心率过高就会立刻失去控制。结果好巧不巧，半路上碰到了厂里的小动物，被他们堵在了通道上。此时身后的特工也追了过来，班纳请求他们不要惹自己生气，否则后果会很严重。小混混一听，那我生气还比你更严重呢。班纳忍不了了。 变身成绿巨人浩克，两三下打飞了他们，解决掉小混混后，立刻朝特工们冲来。浩克身体坚硬程度超乎了他们的想象，子弹不能伤他分毫。艾米对着绿巨人扔出去一颗手雷，随着一声爆炸，特工们都以为到此结束，然而不久队伍就仅存艾米一人。艾米第一次看清了眼前怪物的模样。 绿色的眼睛和皮肤透露着一股杀气。随后，浩克举起铲车扔向艾米，差点让他交代在这里。还好绿巨人并没有在意他的死，砸开墙壁就逃走了。艾米回来后质问将军，为什么班纳身边会有个如此恐怖的怪物？然而将军告诉他，怪物就是班纳。在艾米的追问下，将军将超级士兵血清的计划说了出来。起初，班纳只是参与了初期工作，对此并不知情，但他天真的拿自己做了实验，结果变成了绿巨人。艾米一听完，对血清的力量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 班纳在树林醒了过来，裤子都撑大了好几码。他又去买了一条宽松的裤子，然后来到大学，看望自己多年不见的女朋友小美，还是那么美丽，只是她身边已经有了别的男人。此刻的我想讲个笑话：绿巨人被绿了。班纳被军方通缉无处可去，便留在好友家借宿。结果刚进门就撞见了小美，班纳不敢见她，转身就溜。小美看见后赶紧开车追了上去，两人在大雨中相拥。即使这么多年不见，他们依然深爱着彼此。 小美把重要的实验数据交给了他，于是班纳在小美家度过了漫长一夜。艾米为了追求绿巨人的力量，主动要求将军为自己注射超级血清，拥有了超强的自愈能力。第二天，小美刚准备和班纳告别，突然迎面驶来几辆装甲车，班纳立刻让小美远离自己，然后毫不犹豫躲进了图书馆。士兵在后紧追不舍，他拿出实验数据的 U 盘，张口吞了下去，随后就被堵在了天桥上。男人看着女友被人扑倒，血压瞬间飙升。 猛捶地面，健硕的肌肉撑破了衣服，一个庞大的身影出现在烟雾中。绿巨人浩克愤怒地跳起来，士兵火力全开，浩克迎着弹雨猛冲上去，装甲车被他轻松掀翻。接着又来了一辆，浩克直接一脚拦住他，将装甲车举了起来，把他砸成了沸腾烂铁。 一旁等待多时的艾米终于收到了将军的命令。自班纳变身的那一刻起，他已经迫不及待地想和他大战一场。浩克扣下2块铁皮当做盾牌，挡住了艾米的子弹。子弹一打完，在巨大的浩克面前，艾米彻底丧失了进攻能力，只能一味闪躲。 将军见状，赶紧又叫来几辆超声波装甲车。超声波对浩克起到了一点牵制作用，但看着眼前的小美，他不断的叠加怒气，找准机会解决了2辆超声波装甲车。艾米看着眼前比自己还强的男人，很是不爽，边开枪边走了上去，不但不怕浩克，还在作死的边缘疯狂试探。再我一个！浩克直接给了他一脚，滚出10几米远，生死难料。小美走上前，呼唤班纳的名字。 将军还是不死心，一架武装直升机又飞了出来，朝他疯狂射击。浩克掷出手中的盾牌，将飞机砸了下来，然后张开双臂保护小美。将军这才意识到自己女儿的安危。火光退去后，浩克狠狠地看了将军一眼，然后抱着小美消失在雨雾中。他带着小美来到山洞，温柔地看着她。结果小美醒来被吓了一跳。 这一幕怎么感觉有点熟悉？此刻的班纳似乎存有意识，但十分易怒。雷神打了个雷，就把他气成了这样。小美的安慰让浩克重新稳定了情绪。第二天醒来后，两人就想着怎么解决变异的问题。他们在网上搜到了兰博士的真名，于是立刻动身去找他。重伤的上校因为注射了血清，自愈速度极快，但他觉得自己的力量还不够，又强行注射了一次，他的身体开始发生变异。 班纳两人找到了博士，在博士一番介绍后，立刻开始了手术。在电流的刺激下，班纳身体迅速膨胀，他竟立刻制住自己身体。女友小美扑上去唤醒班纳的意识，最后博士成功为他注射了解药。班纳慢慢变回了人形，但此时军方早已得知了他们的位置，在窗户外安排了狙击手，麻醉枪成功命中班纳，最终他还是被军方抓住了。然而艾米却悄悄留了下来，逼迫博士让他把自己也变成绿巨人。男人为了得到绿巨人的力量，不惜一切代价，威胁博士给自己注射了浩克的血清。在伽马射线的照射下，男人变成了丑陋的憎恶绿巨人。 变异后，他来到街上大肆破坏，见车就砸。将军刚押走班纳，就收到消息，街上又出现了绿巨人。将军回头看着座位上的班纳，心想绿巨人不是在这儿吗？士兵调出现场画面，将军看着眼前制造出来的怪物，不知所措。士兵拿出 RPG 向他轰去，被他徒手捏爆。 将军无计可施了，眼下只有让班纳变成浩克前去迎战，但他体内的浩克血清才刚刚被压制，因此并没有100%的把握能变身。但是他还是想试一试。和女友告别后，他跳下飞机。然而，所幸班纳砸到地面的一瞬间成功变身。浩克出击，2个绿巨人一见面就立刻冲了上去，但由于血清被压制，力量还没有完全恢复。 浩克将眼前的景色一分为二，化作2只钢铁人，猛锤憎恶巨人，但他毫发无伤，还一脚将浩克踢飞。这时，将军的直升机过来支援浩克，被惹恼的憎恶巨人在屋顶上一跃而起，浩克也紧跟着扑了上去。直升机不堪2绿巨人重负，飞速坠毁。 憎恶巨人又和浩克扭打起来。这时，小美被困在了漏油的直升机里。浩克看到女友处于危险，立刻爆发了力量，这时火焰点燃了机油，浩克冲过去一个气泡，拍散了熊熊的火焰。憎恶巨人站起来，捡起铁链偷袭浩克。浩克在地上无法动弹，眼看憎恶巨人就要向小美他们下手。 憎恶中了浩克的控制技能，失手甩飞铁链，重重的砸了下来。浩克准备用铁链送他上路，憎恶巨人顽强抵抗，但就是无法从浩克手里挣脱。眼看他就要被勒死，小美站了出来，听到小美的声音，浩克只好饶了他一命。 但是内心还是十分不爽，他踩着憎恶巨人，仰天怒吼，随后将他一脚还给了将军。浩克和贝蒂用眼神告别后，便转身离开了。他不想让女友冒险和自己待在一起。 独自一人隐居在了山间小屋里。经过长达数个月的修炼，班纳终于学会了控制浩克的力量。影片最后，将军来到酒吧借酒消愁。这时门口走来一个看上去很有钱的人，是隔壁刚演完《钢铁侠》的托尼。他来到将军身边嘲讽他，让他放弃不切实际的超级士兵计划。不管什么破血清，都没有我的战甲好用。好了，不扯别的了。 到这里就结束，我们下次见。